大家好，我是 Raymond， 是 TOA Holdings and John Burhard 的 Managing Director。其实众所周知，海鲜可以分为生鲜和冷冻海产。很多人并不知道生鲜海产到底可以有多新鲜，尤其是壳类海产。很多的时候，为了方便，很多人会直接 looking for frozen 海产。我们希望可以打破消费者们对壳类海产的框框，希望消费者们可以享用到比起冷冻海产更为新鲜的活海鲜。我们是 Shellfish Seafood Specialist， 目前频发已经超过300家 outlet 至各个州属，其中包括小型巴萨至大型商场以及各类餐馆和餐厅。我们今天所批发的以及顾客从我们手上买回去的都是百分百活的壳类海产，这比起冷冻海产会更为健康，以及消费者们可以拥有更好的口感，这也无疑让消费者们对壳类海产有另一层次的体验。一直以来非常感恩一直信任以及支持我们的顾客群，我们的使命让消费者们今天可以在各类商场更加容易的买到百分百活的生鲜颗粒海产。非常感谢 MTBN 颁这个 Consumer Trust Award 给我们公司，让消费者对我们公司更加有信心。